Wikipedia 一个好似冇乜用但都有少少价值嘅百科全书，今个星期嘅知识系老人睇地盘。咁你其实知唔知道老人家睇地盘呢样嘢，其实即系一个存在已久嘅现象嚟咧？吓，一个现象嚟啊？我唔知道，我唔知道系一个现象，我系见过呢个情况咯。我知道上网上面有人讨论过呢个现象咯。今日我哋就要嚟讲下一个未必每个人都知道，但一直都有人讨论，就系只要香港有咩地盘，有咩工程做紧，就总会有一班老人家围住个地盘噶啦。佢哋其实做紧啲乜嘢咧？哎，好 Q 喎！系咪世界各地嘅老人家都系咁噶？好似曾相识啊！因为我见到啲阿伯系真系会咁样做。你知佢哋做紧咩？喺度睇嗰啲地盘咯。哇！這個速度都雜變嘅，點解？而如果跟你說這個現象不單止是真的，還要不是一個香港的獨有現象，在外國不單止很多人討論，還有人幫他們出月曆、出 board game， 這個現象的專有名詞還正式收錄在字典裡面，這個字就是 Umale 了。 U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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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文來的？ Umale 不是意大利文，而是來自博諾里亞的方言字，所以如果讀得不準，不要見怪。而这一切就要由2005年讲起。在意大利博诺里亚有一位作家开始在他的 blog 上面讲，他观察到只要有地盘动工，很多老人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围住来看。当时他就用了 Umale 这个来自博诺里亚的方言字去称呼这班老人。之后他还呼吁大家，叫大家出去用相机拍下这些情况。所以不单止是讨论区上有人讨论，好像这堆相片就是意大利网民拍的相片。咁究竟呢班老人围住个地盘系想做啲咩呢？但如果就咁用把口讲，好似太抽象，所以我哋决定试一试佢。个思觉老师嘅感觉啊，呢个样系啊，哔哩吧啦，哔哩吧啦，但系又老嘅变态，个真实嘅阿伯入咗嚟偷望啊！好，咁我哋出发啦。咁呢个咧就系个模拟嘅地盘，我哋两个就系模拟嘅老人啦。个情况咧就系咁啦，当有个地盘出现嗰阵时咧，唔知点解咧就会走出啲老人家啦，跟住就会开始望住个地盘啦。个精髓咧其实系要翘埋对手嘅，系啦，跟住就会开始咧对啲工人开始指指点点噶啦。屌你啦咩？你手型就呢个靓妹仔咁矮都可以做地盘嘅咩？肥曬出嚟啊！我屙尿都冇肥到咁遠啊！你屙尿食下食下。Umale 呢個字喺博諾尼亞方言嘅原意係指 little man， 後嚟就被引申為退咗休之後成日冇嘢做嘅人，藉由干涉他人嚟證明自身嘅存在，或者以此嚟覺得自己好有用。情况就好似啱啱嘅示范咁，呢班聚集嘅老人对地盘工人指指点点，诸多意见。虽然个定义好负面，但就激起咗意大利全国对 Umale 呢种现象嘅风潮。就好似意大利城市里乔就俾咗11,000欧去雇佣呢班老人家帮手去监察地盘，防止涉盗。Umale 咧其实都有正面嘅作用。而在博諾尼亞市有個廣場甚至是以 Umale 為名，而在2016年 Burger King 就以 Umale 主題拍了輯廣告，邀請了一班一直熱愛監察地盤的老人去他們的地盤做一日的監工工作，終於可以堂堂正正地指手畫腳，見到他們滿足的笑容是不是很感動先？我們都覺得要來一個我們自己的版本。好似你喺 Instagram 揾 hashtag Umale 都有成20,000+个 post， 由意大利、瑞士、葡萄牙、土耳其，当然仲包括香港啦。其实周围各处都有 Umale 嘅现象出现。Umale 咧，并唔系香港或者意大利嘅独有现象。
但講翻轉頭，其實有冇人理解過點解佢哋想咁做呢？刷存在感咁樣咯，即係佢想表示佢喺度，或者可能表示佢都識，或者可能表示佢有份參與咁樣。但係可能你大家把口嚟講係最唔使付出啲乜嘢勞力或者努力嘅嘢，就可以好似參與到件事咁樣。小心啲，可能係想同你傾偈。我覺得都係嘅，錯咗個角度，方式錯誤。即係用咗一種唔係好友善嘅方式，但其實都係想同你打開話匣子嘅啫，咁樣。啲老人家好悶啊，其實。係啊，係啊，係。除咗同事們嘅猜測，我哋亦親自去咗附近一個地盤，只係實地考察咗半個鐘，就已經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老人家喺度及個地盤。我純粹好奇問一問嘅，我見到成日好多老人家咧，好中意望地盤嘅喎，點解嘅？有嘢睇就睇下咯。佢而家做地基啊嘛。哦，即係你知佢做緊咩嘅其實？哦，知。即係我哋後生嗰陣時，見到佢唔係咁遮住曬嚟做啊嘛，冇啲帆布遮住啊嘛，係掉咗落去，之後搞磨做，做呢個地基咯。即係以前嗰啲地盤就冇遮冇掩嘅，就好容易望嘅。冇啲帆布遮住噶嘛，而家唔知咪環保嘅問題啦。即係你細細個就中意睇地盤嘅啦，應該係咪啊？小朋友嗰陣都有咩睇咪咩咯，唔係中唔中意嘅。我話刻意啊，咁去睇嘅。不過呢幾位伯伯都幾好，都只係望一望，冇特別指手畫腳。如果 Umale 嘅意義係在於不在其位，但又意見多多的話。他們可能都未算是嚴格意義上的 Umale， 而其實英文都有個相近的用語叫 Backseat Driver， 指的就是不是駕駛者，但不斷用把口聲控指揮隔離那個人揸車。有心理學家就分析這一類人其實是想顯得自己有影響力，亦會不斷地找機會去影響其他人，背後的成因其實很多時都是來自一種不安全混亂的成長環境，好像一些有酗酒問題家庭下成長的小朋友就很容易出現這一種的控制欲。換句話說，這種控制欲的背後其實都很可能是來自創傷，而本身呢其實是沒有惡意的。而作為一個社會現象， Umale 還未有很詳盡的研究為何特別多男性又會特別覺得地盤這麼有吸引力。但想返轉頭，人本身其實都有呢種圍觀事物嘅天性，例如情侶鬧交，咁開心啊？唔開心，梗係唔開心。唯有打大交，甚至乎係交通意外。我哋都會默默地、不受控地駐足圍觀。有日老咗，我哋會唔會都係圍住個地盤嚟睇？會唔會我哋每一個人？多少都有一種 Umale 的精神呢。